通常大家嚟到温泉乡旅馆都会俾浴衣你着噶。大家知唔知道边边系前面？我哋讲解一下，左边永远喺上边噶，系啦，千祈唔好调转啊！因为调转通常是死人先至会着，即是死尸着噶。如果你将右边冚上去，人哋见到就会觉得大吉利是，日本人见到又会觉得好尴尬，又会觉得咁样咯。所以大家咧记住啦，左边咧系要冚上右边嘅。所以咧，你个裙摆咧，你记住个裙摆。永远在你右边就可以了，开口在你右边，揭来看看先生，是的，你这个开口位永远会在你右边的。我想问你，里面可不可以吊吊揈啊？请勿吊吊揈，因为旧时就可以吊吊揈的，所谓旧时可能讲一二百年前，但是现在因为旅馆实在太多不同人用来其实当pajama穿，在个馆内行来行去的，所以呢大家唔該，裏邊著底衫底褲，唔好吊吊揈啦。我跟住時代進步嘅呢啲嘢係。好啦，今次係咁多，拜拜。如果你唔想嚟到，先知道你想去嘅鋪頭已經執咗笠，咁就快啲訂完我哋 OK Family，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啊！